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听到这个背景音乐，是不是感觉好像什么东西要窜出来了呢？熊熊的火焰。好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要玩这一款游戏哈，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《方块世界：孤岛求生》。啊，那你们一定会联想到这个跟 Minecraft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，感觉还蛮像的。这款游戏呢，在 Steam 上面有在卖哈，大概278块左右吧。重点是它有繁体中文，然后呢，好像是有剧情像的。然后呢，看了一下这个 Steam 上面的评论呐，好像有些人有留言，有评论说这个游戏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，只是后来移植到 PC 上。哦，是真的假的？我不是很清楚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反正我们就玩看看就对了啊。它这个有分生存模式跟这个创意模式啊。那我们来玩一下生存模式吧。啊，新游戏啊，马上就有剧情了。我本来过着完美的生活，拥有了一切：金钱、朋友、派对。哇哦，豪宅呢？让我猜猜，船爆了，我被漂流到孤岛。浴火重生哦，开始下沉了。威尔森，还有想到威尔森的剧情，来到了一座小岛，独自一人。我曾经拥有的都消失了。啊，我醒来了。哇，这个材质包也太逼真了吧！要死我！噔噔噔噔，哦，这边还有教学，超级像麦块。你要说不像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哦，开始啦！哎呦喂啊 ！Where am I? I am so hungry, so thirsty. I can't believe it. I'm surrounded by water, yet not a drop to drink. I must drink something. 我在跳的时候感觉好像下体凸起这样子。喝点水，我口渴。To open the survival guide, 打水时间 ，H 键，能量、饮食，哦，这边有写。然后呢，五是氧气，氧气在它会显示在这边啊。这个船是四、九、十字线，嗯，好。哦，十是快捷键啊，十一跟十二它没有标啊，十一、十二嘞。哎、欸，啊，你这东西只做一半，十一、十二在哪里？啊，获取椰子，哦，哦，我靠，有66个选项要我们这样子慢慢看，那看完我今天这一集就结束啦、啊，是不？啊，浪费时间啊，打。Select coconut and press the key to drink。选择椰子，啊，椰子在哪里？这是我这看起来像椰子吗？啊，椰子，我看见了、啊。哇，这个反光折射有点亮哦。哎，阿瓦椰子里的敲木头，把那木头敲爆。高画质版本的麦块。Table。我有椰子了，然后我要怎么做？按右键。哦。就直接这样子磕下去哦，啊，根本麦块来着的、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做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啊，这边还可以再做个，我要怎么做？哦，它这边会提示你要用什么东西做出来，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浮标，做钓竿是吧？我可不可以？哦，这样子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能干嘛？十字镐，哦，我会，我会。啊，不对啊，我们要工作台才可以啊。哇，这边呢还蛮方便的啊，就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了。敲敲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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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敲敲。好，嗯，为什么没有木头的产生呢？哦，有，看见了。我就玩智障啊，智障老头玩游戏啊，还要一个一个这样子摆，然后再拉下来啊，不能连续做吗？你的人性化在哪里？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
整个脱衣过去吗？阿内姆汤要一个一个这样拉上去啊，吃饱太咸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啊，工作台嘞？哎、欸，我怎么了？哦，自动整理包包、哦，这么厉害？四个木头工作台居然要用一般的木块，你搞真笑嘞！这个啊，算了，我不能以麦块的这个标准去玩这款游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了解，我理解。好 ，I'm fine。OK， 有了这小淘气。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去前面啊？去前面好了。哇，有雨耶！我被我的手挡住啦、啊，这烂游戏。我决定我要去前面。哇，这个是空投物资，你是不是空投物资啊？我要怎么拿你空投物资？这只狗打开哦。哎、欸，哇！我捡到了弓箭，哇！我有弓箭，还有哦，蛋糕。哦，食物来源。哎、欸，这也太亮了吧！我可不可以把光影关掉啊？瞪开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哦哦，好多了，不然我真的要瞎了。我告诉你，嗨，小猪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个瞄准，然后他就往旁边拉、啊，是怎样？我在这边盖一下我们的小家。哎呀，猪头就这样子啊、喔！你可以提耶、欸，我会被动保团体告啊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想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游戏不是说有剧情吗？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一个剧情？你的剧情在哪里？你都想说这个剧情是刚开始的剧情？我们先来做一下木稿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咱们来先做一下木稿，木稿木稿，我们爱木稿，嘿呀，木稿，嘿呀，好，有木稿了。我这个应该做石斧吧？木稿是拿来敲石头的呢，也是拿来敲这个的。哇、哦，它这个破掉好玩了、哦、它这个碎掉居然是长这个样子哎。死给啊！我这什么是沙子吗？木稿敲沙子居然可以敲这么快啊！我印象中不是要用铲子吗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把麦块的这个逻辑套在这游戏身上。这游戏只长得像麦块而已啊，只像长得像麦块而已。我了解，只长得像麦块而已。你吓了我一跳，你知道吗？嫩嘎！死掉还蛮好笑的嘛，这样会好一点。看怎么看？嗯嗯，去死去死去死！我的猪会不会打我？哎、欸，哦，有猪打我。我需要另一个皮革。哦，我们可以做背包啊，我们就再杀一只猪才行啊。那边有一只猪，太好了。两个皮革做一个背包。了解，我们去杀前面那一只小猪猪来，我们来做包包咯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嗯，有点痛有点痛，撸我一下，哦哦，有点，我的天啊，痛死了。好了，我有小背包了，请问这个怎么用？小背包。嗯，小背包要怎么使用呢？哦，接着把背包放到你的头像，就可以携带更多物品。我的头像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里。哦，原来它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、啊。了解了解，我们可以带更多的物品。我有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它全部拉上去呢？哦，这样很累哎。哦，这是把我们方块丢掉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丢了不少哎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啊？难不成要盖一个家？我最讨厌盖家了呢。我们可以不要盖家吗？我们做了一把神剑之后，我们就出门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哎、欸，出现了。
啊，它是斜的、啊，还有这回事啊 ！Yeah， 斯巴拉西，冒险去，我无所畏惧。这游戏不能跑，有点难过。走路只能这样子，慢慢走。我看一下前面有什么，有鸡，养鸡养鸭，嫩。他给我羽毛，羽毛应该是拿来做那个弓箭用的、啊。行嘞。我还可以升级哦，这个游戏。等等，这个游戏升级有什么作用 ？No, I can't eat and drink while fighting. 啊啊，我们在打架了。啊，你想打我？别，我快死了，求你。我吃了，我吃了。为什么没有加生命值啊？你干嘛 ？Hello， 他为什么是看着我？我有他喜欢吃的东西吗？我可不可以驯服他、啊？或许有隐藏的房间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能这么笃定这附近有隐藏的房间？哦，有，这是前人先前来的人的路哦，是哦是哦，有探险的感觉了。好，果然真的有单人模式，感觉好酷哦。然后拿了一些煤炭，然后隐藏的路进来之后，如果没有准备好就会很危险。哇，我们的工作台跟我们的仓库。我们要怎么做床呢？我们要怎么度过这一天呢？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躲在这里是没错啦，但是我们要怎么度过这一天？哎、欸，提示又不见了、啊。我们刚刚有打到肉嘛？我们可以烤肉吗？肉在哪里？烤猪肉。然后这个需要。不是啊，你现在给我看这个样子，我是要怎么烤猪肉？先挖到我们要的这些食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十字嘛，对不对？有了熔炉，一个火把，哇靠，这么多，二四六八八个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现在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度过。靠北稿子爆了，你弄什么东西爆就爆，那边弄，吓死人啊 ！Oh no， 我们可以做石稿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超屌的，会更快。Oh no， no 屁啊！嗯，小火炬不行。Are you sure？ 小火炬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大火炬呢？一根木棒，再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火炬出现。好哦，终于，我们做出了我们的熔炉，有了熔炉，有了。操作其实很不亲民，非常。我们可以烤肉了，两块，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放进去，哇，烧腾腾，烤的还蛮快的、欸。还拿到成就有没有？吃，嗯，而且还在回血有没有？左上角在回血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小火炬不能拿来放火当火把插是吧？这么的鸟摸，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火炬也不行，它可以放地，它可以放地板，它不能放在侧面啊、哦！来，好哦，有没有什么床之类的、啊？这个游戏至少来一张床，让我可以好好的睡觉吧。这样子一觉到天明不错啊。还是选木头哇，这个还可以选蓝料。染料，居然还有染，可以做成玻璃，是沙子的部分，这是什么？石箭头，
铁装壁炉，没有床。我觉得这个床盖跟羊毛有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完全没办法看得到啊，就只能这种简陋的生存。然后像过了一天，哇，晚上了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跳的好慢哦。哦，奥利夸，奥利夸，这是被 boss 被敌人盯上的意思吗？啊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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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啪！妈的，出来撒野啊！干，哥有火把，没在怕你。干，妈的，出来哦！单挑 ，kissy kissy 的野人是不是？啊？嗯，忍你很久了、啊。掉什么东西啊？芒果，好吃好吃。还有加那个宝石，还有加那个什么口渴度。啊，这个游戏，这真的是麦块那个感觉跟那个创世神一模一样呢。可是就是高画质版本加一点小剧情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完整度应该没有麦块多啦，因为据说就是这个很久以前的游戏搬过来一直到 PC 啊，没有太多的完整性这样子啊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先差不多玩到这里齁，这是一个试玩哦。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啊，记得按下你的喜欢啊，然后或者按下你的订阅以及分享这部影片啊，让我知道，那可能下一集也快就会出现了啊。先看看反应如何啦。如果大家反应蛮热烈的话，哥考虑再继续做这个系列吧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方块世界孤岛生存。好、啊，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继续买来玩，在 Steam 上面有在卖278块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拜拜。